谢他们，谢谢啊，腾哥，谢谢谢谢，多谢他们，他们是一个好心人，这还这么好心，你先回去吧，大冷天了，赶紧找找找着哪去吧，啊，别到这儿了，姓侯的，好，这儿吧，我给你拿，姓侯的，您哪来的？我是河北的，缺什么？我的鞋是站帮的鞋啊，先跟你说，来吧，拿这个，还有被子，哦，哎，这双鞋，穿多大号了呀？我穿12/13。啊，行，没问题。大一穿大一，小一了，我穿。坐一坐。看看。这一就行，42/13。好，拿着，走，走，走，啊。加3万钱，70万，有这事吗？没有人。哦，这里。这不这里也有人吗？出来，出来，有东西了，有馍馍。逮着我了，有馍馍。哦，出来，出来，有馍馍。看，还有。这里边有两个。啊，给拿两份就完了。三个人。你哪儿人？来来，一个老头，一个老太太。你哪儿的？兰州，住在兰州。兰州哪儿？来这七里河区。哦，七里河区的，他也是叫兰州。嗯，就是。那你们为什么你不回家呀？我没家回呀。家怎么了？一块发生了事故，我忙着电梯，一块没生气了。我们在那个路边那个棚地那边03的发，你马上就过去了，你那个媳妇儿走路不方便，马上等一下吧。这留着拍一个去，出来没有啊？这个没给啊，这给他一个吧，你给他一捆儿。撂哪里头？弟弟，来，别磕谁了？老同志，抬下头。不了，别了。后勤好。你们在是局长那是什么？我是记者，爱心人士。哎呀，你看这丢的什么？还拿这样的？嗯，省事儿。来，你看这儿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往前走。啊，来。哎，我老了，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拿个来。没有。我还领着了。哦，对对，等他不给我了。我写了两句话，他没句话写的。哎，没毒啊！我跟你说，都是好的。人家好是什么有毒？啥呀？你们这人！我这告诉我被领到了吗？我给他整完了。哎，这个是新的。
哎，你开车慢点，下次你别兜一俩。你等下午吧，好吧？你等下午吧。下午啊，我现在我没法给。我让汽车跟着我啊。啊，对了，车过去。啊，行。啊，你们直接拉门口，还是那什么的啊？那鞋有吗？行，我车里有几双。我把车给你放了，我今天早上七八双。刚才看一下，黄总能不能给一点大衣来？喂，我们俩认识，你们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们俩认识，你们现在今天不知道往哪里去了？现在不能动，我一天只能稍微动几下，我现在什么没办法，他就你要在我照你的，他没有枪，我放外面的去，放一条我当着他干脆给他去，我知道他打不过你，看着不要让他们自己没有，这是咱俩这种鞋，行就是行。这种鞋才好的，对，谢，好吧，好嘞，好，好，行，散了吧，散了，拿。别抢，别抢，拿呀，没有，别抢着，别急。你先好好等会儿行吗？先好好等会儿行吗？每个礼拜都拿分的，拿一个每个礼拜一百斤分的。